將來你想做啲咩 pose， 人哋點睇你根本一啲都唔重要。其實最重要嘅係條路係咪幾直。係自己行又點啊？到時做得唔好，咪慘俾人鬧。唉，做咗嗰個 pose 先算啦。你做咩對自己咁冇信心啫？其實我覺得你最需要嘅係一班同你。 志同道合，但系呢班人喺边度揾啊？跟我嚟啦！唉，乜嘢咁劲啊？哎呀，去到睇下你咪知咯。咪就系呢个咯。